神经病哦，他们开灯。以前嘞。又被你爸摔坏了。你有想过离家出走吗？你知道背包客吗？到处去嫉妒人家的家里，反正会弹琴，还会唱歌，这差也没有比现在差。反而这个世界不用害臊，你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有什么大不了？反而一定会找到人欣赏你的啦。